来，各位，我们厂商代表叶耀宗叶先啊，要准备执行特战任务，预备。身手绝对没有问题，大家朝下来和推了你的玻璃给，就朝下路朵下你的玻璃给，
大家想要想不想知道它的价格？大概一台卖。现在大家看到一台卖在天上飞。准备要返场降落了，超级漂亮！大马正准备降，一个超级的。是一个飞行科目叫 Touch and Go， 现在肯定降落了，它油门都收了，大家给它热烈掌声鼓励，我们练习。然后接着呢，马上就冷场，我们的欧先生，我们的欧场生欧先马上在他的幻象两圈做好宣传。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现役机手，刚刚我们右边飞的呢是F16战斗机，今天要生产的是